台湾媒体报道，富商李宗瑞涉嫌民间偷拍案，近日在台北宣判，法官认定他偷拍性侵属实，获刑18年6个月。李宗瑞去年遭起诉下药性侵偷拍30人，另有4人与李宗瑞合一性交，但也遭偷拍，至少涉犯16件性侵及偷拍。后又因李宗瑞犯案后态度恶劣，检察官加重求刑，合并执行30年，另有12名被害人共求偿7500余万元。宣判前，李宗瑞曾向法官要求让他以300万元交保，法院担心李宗瑞再度逃亡，驳回了此要求。乐视娱乐整理报道。